我问你，为什么程子贤会送你回家？跟你没关系。你的腿……我说了跟你没关系。您不是都说两清了吗？你干嘛要站在这假惺惺的关心我呀？ 能进屋说话？不要，陆总，是您说的再也不来这儿吃饭了。也是，你这个人打脸打上瘾了。以前说不吃我做的饭，又跑到大排档里去吃，吃了又告诉我要两清，要回去工作，现在又出现在这里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站在这儿。 游街扯你裙子的事，算我不对。这次你扯，你走我就脱光了。哎，你能？这个是你说的？嗯，真无聊。 公主，裴思璇来了。陈芊芊，你别跑了。嗯，芊芊，你这是？平安。我正与夫人嬉闹，见笑了。韩少君真是与花园城男子不同。哼，既然少君身处花园，还是要改一改。 玄虎城男子身上的裂隙。哎，我这本书，韩少君好好学一学。哎，佩浩，不要跟着我。球场那么大，我就不能是来踢球的吗？好啊，你去踢啊。没球。 那你踢我？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都敢让别人给你打领带了？他偷袭，我是无辜的。是吗？我看你挺享受的。看，被我戳中心事，无话可说了吧？你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，不要跟着我。我都说了不要跟着我。你能不能讲点理？好，我不讲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宿舍，我再也不回你那个破家了。 干嘛？哎，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到底怎么样才能不生气啊？不知道，你想想吧。一点点的感觉，一点点的浓烈，平淡的生活都转变。 像被温柔占据，把故事颤动着几月，鼓足勇。
起许下诺言。你这是想的什么办法？什么？没有，我就说你明明很会谈恋爱嘛。我觉得也是。你先放下。我想陪你走更远，无论世界的变迁，至少这双手依旧紧紧地向前，让一首情歌的时间建成我们的永远。不生气了吧？